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556集的播出，现在是 summer time，给你们一些西瓜，比较清凉一点。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师尊文集的诗歌，我的姓名是无穷，这个是摘自师尊文集孤影的对话，祈请传承大家持。不要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柔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霓虹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柔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霓虹。人说我走西，其实我在意东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姓名是我无穷。说我走西，其实我在东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姓名是我无穷。高高山顶里，深深海底细，高高山顶里，深深海底细。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柔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飓风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柔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飓风。人说我走西，其实我在移动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心里是人说我走西，其实我在东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心里是无穷。高高山顶里，深深海底细，高高山顶里，深深海底细。我们现在做网络的直播分享，祈请各位传承加持。这首诗呢是摘自师尊的文集《孤影的对话》，我的姓名是无穷。哎，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柔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飓风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飓风。人说我走西，其实我在移动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姓名是无穷。人说我走西，其实我在动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姓名是
的心，高高山顶的深深海的心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一句风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巨风。人说我走心，其实我太懂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心里是我不穷。人说我走心，其实我太懂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心里是高高山顶里深深海底心，高高山顶里深深海底心。今天没有直播通知，我有放在群组，你们没有看到吗？我们右上角有个直播通知的，不然你再按一下哦。你那个你讲没有直播通知，是讲 LINE 还是 Messenger？ 然后这个歌比较短，再唱一次，我们继续做分享哦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一句风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，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。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，其实我是呼啸的一句风。人说我走心，其实我太懂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心里是无穷。人说我走心，其实我太懂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，我的心里是无穷。高高山顶里深深海底心，高高山顶里深深海底心。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。大家好，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555集的播出啊。那个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啊、哦。好，那那个Richard Jin， 你的意思说今天没有读书直播通知，是指 Facebook 没有通知你们是不是？这个 Facebook 出错了啊。今天大家会上来比较慢，不过呢礼拜一，不过大家知道说在这段时间啊，我美国是大概待到八月底了，那反正还有一个月。一个月的时间呢，就是每次都是礼拜天休息，其他每一天都有上线哦。那除非是大法会的话，再看看。好，那就是这个，我们来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。背景有西瓜，你正在吃西瓜。现在夏天很热，对不对？因为那边呢，台湾大概32、35度左右，各地方差不多也是。地球在发烧哇！听说那个柏油路还会融化哈、哦。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，郑明达，还有谁 ？Moon Dan 啊 ，Xin Qiu Lin、Ken Lee、Alice Dan 啊、Lisa Jan 啊、Lian Chen，
放一个什么东西压一下啊，哎，放个纸，哎，不然它我前面会晃，哎，等一下，放一下纸压一下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再来是这个，哎，这个哦，你说这廖金蚕师姐，哎。你还是会那个，哦，这样比较没有压那么大的，没有晃那么大哈。哦，任志俊说每天时间到，闹钟提醒你们，今天没有收到啊，你家的闹钟。啊，李金淑，还有丹丹丢，陈玲珍，哎，王国辉，贴来功课，高王晶，还有上师星咒，郑明达，Kenley、Edison，这个林圈军，军官蛋，徐秋令、陈乔峰、关良妹、Edwin，还有水莲、陈振峰，还有优美赖，黄玉珍、郑明达，Amy Lotus、Abelin 对不对？Kenley，还有 Gang On，周明、优美赖，甘风丽，还有这个许慧玉。俊雄对不对？水莲啊，陈月莹师姐，谢谢你帮我们写新闻稿哦。哎，这个正摩天空新闻台的新闻稿啊，谢谢他哦，写得很棒哦。娟威亮好，还有这个 Edison，Jasmine 许月英阿红黄小璇范师姐 Edison，还有 Joanne Low。陈乔峰，上面的同门若被推上去，同等的欢迎你。还有明阳令上来了，黄传义乖空凤哦，我的佛曲很好听，很有意思，没有人能抓得住我。我的姓名是无求，对，那个奕晨还好，你9:50都有上 FB，嘿嘿嘿哦，谢谢你都有上来等哦，好，谢谢，哎。FV 好，好像闹钟提醒我们，只要上次直播，所以今天那个 FV 没有提醒，这个 FV 的错哦，FV 你要改进。哦，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，帮我们在群组提醒同门说，那个读书会要上来了哦。好，那这个我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，上一集同门讲什么？Stan 说人临终的时候。心要一丝不苟，无事无心，应该要放掉，放得下成就哦，别牢牢记住，免得受痛苦煎熬。临终的时候不要执着事情的。Richard Jean 说，人如果再执着的话，临终会忘记自己的修行，反而堕入恶道。临终的时候，心念被爱包围哦，如果心存着善念，怨恨就没有办法往生的，也有不信因果，没有善，没有恶的，死的。之后当做鬼，当成鬼，执着迷恋于生前的物质，守着生前所执着的灵执所迷哦，灵执低迷，没有办法解脱往生。白杜姆对师尊说，要跟爱合一，跟自己的敌人合一，毁谤啊，这些怨恨，的这个东西都要这个看淡，就是心对所有的爱跟不爱，自己的怀爱，人人都是自己，这是爱的真谛，宇宙的真谛。人偶尔有怨恨、忏悔的心，但一下子又再犯，不信因果，造了业障，死后下地狱的。还有这个荣获证书的有梅花证书，有光德证、菊花证书，有梁雅席，哇，都还有 NROO 了不起，谢谢。那那个礼拜六师尊讲到卡桑卡，对不对？莲花生大师他的卡桑卡就是代表他已经证得去除了贪嗔痴。不过呢，礼拜六觉得还有个重点就是呢。白天或者说平常你清醒的时候，观想师尊住顶，对不对？或者你的本尊住顶。那如果睡觉的时候，就是观想师尊或本尊在你的心轮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一段？所以呢，有人问说，到底要住顶还是在心轮？师尊在礼拜六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一个重点。那昨天讲到那个。咕噜咕噜的地水火风四大誓愿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讲到什么？讲到忏悔的，忏悔，我觉得百字明咒最基本要念10万遍哦。那个昨天我在现场查资料，百字明咒要现场要念10万遍。
然后呢，你如果说这个，泛三昧亚界，泛三昧亚界，因为现场你们可能看不到现场师尊跟弟子在对答的哦，那弟子有的跟师尊讲200遍，师尊就讲200遍，那个是弟子现场在跟师尊好像对答的，然后最后有讲200万遍，那到底是几遍哈？我觉得不然。今天哈或者怎么样，我再去请示一下，要不要确定统计数目？三昧亚界是蛮重的罪，哎，以前我听说有人犯的罪业，师尊还讲说要500万遍呢，万，哎，那这个罪业哦，真的是要真心忏悔，哎，还是不要犯罪比较好，哎，不过谢谢所有我们真佛天空新闻台所有的工作人员。诶，在我来西雅图这段时间，你们常帮忙写新闻稿，要不要一直写下去？哦，有写新闻稿的都有加持哦，都有智慧传承、智慧加持哦。哇，刚开始已经亮亮，有一些进来台湾的相关事宜哦，你给他贴上来哦，已经就要提醒大家进来台湾要注意什么事情哦。好啊，富士林、曼达拉玛，还有龟尼丹，Lotus Jap Om，然后这个谁，明央利，请示上师，就开始百字明咒前后段的萨玛雅改成哈鲁嘎，以后两种版本都可以做所有的环境忏悔法使用吗？还是只限于三昧雅的忏悔？那个哈鲁嘎只是赫鲁加其实是那个好像是空行母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指忏悔法吧？我今天就这个，我已经把大家的问题有贴在我们那个回信中心的群组了，给他们讨论啊，看看他们今天要不要请示师尊做一个统一的版本哈。师尊是说有5个吧，然后5个地方要改成哈鲁嘎，不过我们再看看。我再请示他们哦，看看是怎么改。嘿，好，富士林、乙心，还有优美赖、莲花玉梅哦，四加行两堂三星咒2000，长寿佛金母咒大白伞盖十轮金刚各216遍。好，等等丢，林桂芬啊，安娜欧欧哦，Lisa 林啊，咪叫公，还有张树珠。这个哇，哇，推上来了，哇，灰莲令，林千惠，好，那日觉去，家真是师尊心咒10万遍，哇，你念完了，棒棒，好，哈甘又上来了，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讲心血来潮，你们有没有突然好像这个，一股心血涌上心头，突然有一个。灵感很强的，然后需要去完成什么事的，这个叫心血来潮，在师尊的文集，灵魂的超绝，对不对？第14册，灵魂的超绝这本书，其中一篇文章叫心血来潮，是什么心血来潮？向大家心血来潮来参加读书会，就算没有直播通知，但是时间到了还是会自动上来，对不对？那个一个活灵的人，他的心血来潮是怎么样？所以假如说，这个一般的人灵是大概都是睡着的，只有死的时候那个灵才会起来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先起灵了，他这个灵就是比较活跃的哦，那就是对于一些第六感比较活跃的，叫做活灵的。他的人都，这个人就会有心血来潮的现象，是怎么样呢？所以讲，一般修禅的人哦，在就是在禅定的时候啊，很安静、很安静、很安静的时候呢，也会有心血来潮的现象。这个是不是只有中国的或者古代的、现代的、古今中外都会有这种现象？这个是禅定的另外一种收获哦。那心血来潮是怎么一回事？有的人认为是灵智并现的，他这个人的那个灵性哦。提升了，然后第六感特别强啊，灵智并现的啊，一个是这个，也有人喜欢灵魂的感动，或者是呼吸，有人认为是呼吸关系到呼吸上的，这些说法都没有错。那师尊讲说，你在修法的，
心血来潮的感应会比一般的人还要活跃，意思是这样。然后他就讲到一个故事了，比如说有一次他在禅定的时候，师尊是3分钟，他就可以入定的，就看到前面有一个非常亮、非常亮的光，这个光升起，这个光呢是圆滚滚的这个光，然后呢出现了一尊32相的如来释迦牟尼佛。奇怪的是，佛祖呢在光的包围里面，眼睛却含着眼泪，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这个现象一连好几天，师尊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佛陀你那么漂亮，那么庄严，那么闪亮，为什么两个眼睛含着眼泪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然后呢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师尊突然也是心血来潮，双眼一闭，眼睛闭起来，却看到佛祖的这种很难过的样子哦，那就是那种灵感非常强烈的时候，一个禅定的人，他就马上接收这个讯息。那天刚好是，原来某个寺庙有佛祖开光，师尊想到说，佛祖开光应该要赶快去啊，所以师尊就赶快去。去到了那个庙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师尊还是踏到那个庙，那个庙呢半开着，所以进去没有什么人，因为人潮已经散去了，开光已经结束了。那师尊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们看。同门嘿，已经讲什么？这个是英文版的，大家注意一下哦。林发来单捐棍啊，三星咒6000，瓜 IC 你好，张登云 Jolin Esther 香姨，还有这个 City Go 哇，金刚经忏悔法，真佛经2部，金母观音大力金刚十轮金刚土地神各108，谢谢。还有桂花 John Jolin Esther，还有姚元熙。哦，这个乙烯，这个是台湾的关务署哦，就是海关，它要海关规定大家要看一下。大马同门再想办法找英文版的，你进到这个美国要注意海关的一些事项，进到台湾要注意海关的一些事项。谢谢乙烯贴上来了，May Lotus 瓜啊，ICE 啊，May Lotus 哇，小朋友莲花俊恒 Angeline 哦，你们又贴了功课，对不对？108，还有上升星座，来，我们来放个音乐庆祝你们呀呀呀呀！那个音乐，等一下，哇，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很可爱的，Angeline，还有莲花清风，各位同门都念功课，给我们加持台湾空气，赶快退，坏空气，赶快退散。请佛住持一起参加读书会，我们快乐在一起。好了，音乐唱完了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好，再来，何雅婷、黄宝仪、Tina，还有甘凤丽、于正红，单脚干，王国会贴来了几个人的功课，16个人的功课，谢谢你哦，还有 Lisa 令，记得集气回向师尊好，这篇文章讲完就会回向师尊哦。三相应法，第三力是上师相应三星咒准提咒，不动明王按土地真言回向还有 H 咒H 咒用回连令欢迎大家把读书会分享出去那个还有这个家珍的这个谁H New Henry Dan May Lotus 好。那接下来就是师尊呢，就是一种灵感非常的强，他就进到了这个寺庙心血来潮，进到了这个寺庙。那这寺庙是白天人家已经开光，佛祖开光了。师尊到这个庙10点了，其实人潮早已经散去了，但这个庙呢半掩半开的哦，就是开一点点。师尊进去了，庙没有人，但是呢来了一股阴风，咻吹过来。是谁呢？两个阴人，两个阿飘，一个是比丘，一个比丘尼的阿飘，比丘阿飘，比丘尼阿飘出现，哇！那位比丘阿飘就讲，
昨天是不是讲个笑话嘛，对不对啊？讲说台湾南部的，南部的人到北部工作叫做北漂，那北部的人到南部工作叫南漂，去日本工作叫日漂，去美国工作叫美漂，去阿拉伯工作叫阿漂，啊啊啊，好笑。那位比丘阿飘就跟师尊讲：“施主，你才这个时候来吗？才来吗？”师尊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们两个人已经恭候施主多时了。”那师尊讲说：“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今天有什么事情，我能够帮什么忙吗？”哦，今天是佛祖开光，虽然只是一种仪式。但是那些人没有功德的手，肮脏的手，怎么可以为我们伟大的佛祖来开光呢？所以今天这个开光的这个人，在出家人里面名大财多，很有名，钱很多，可是是一个没有功德的人开光。可惜那些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开光奠基。流于唱歌、歌唱、跑龙套，不是真正的为佛祖开光啊！哇，真正的佛灵没有请到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祈请莲生活佛，你法驾过来，真正的为佛祖开光。哇，那个时候，你看师尊写这个书已经是30几岁了哈，那个时候好像还没出家的样子，可是呢。他这个出家也没有分什么的，分是真正有实修的、有证悟的嘛。那所以师尊还是很客气啊，他说不行啦，不行啦，我有没有什么能力？我自身都没有那个功力啊，我如何去开光？哇，这两个阿飘比丘就讲，试试看吧。我两个人虽然是阿飘因缘，可是我们两个。却是佛祖旁边的护法，这个今天佛祖的灵没有到，我们不得不让你在禅定的时候，这个让你在禅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启示您，请你来，麻烦你，不然用先天无极阵法试试看，哇，这个两个阿飘还很厉害。知道我们师尊有无先天无极正法，不过这个先天无极正法，你不要写信到回信中心，师尊，请你灌顶无极正法。有人的法哦，也不晓得乱求，有人来跟师尊求灌顶，对不对？师尊，我要不动明王法灌顶哦。这个就算人过来了，人家求灌顶，你也没有贡品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贡品，然后手印呢不会解，咒语不会念，观想不会观，然后求灌顶哦，没有这样子的，所以一切的法都要备齐。有的人呢求什么师尊化符，师尊我要化符灌顶，你又不是出家人，又不是弘法人员，你也不是寺庙的那个。道场的执事对不对？啊，你求化符干什么？要什么？哦，化符给别人吃，给别人吃。哦，那化符哦，化符法，那个符法是非常的慎重的嘞。哦，那有的人他说稀老扶幼的哦，有一次在那个西雅图，哇，带了一大堆人来求师，跟师尊求什么化符灌顶，连抱在手上的 baby 小朋友也要求化符灌顶，啊，那个要跟师尊求化符灌顶，求灌顶的，你也看一下，也过滤一下，对不对？最主要这个灌顶是给弘法人员哦，在做法务的时候用的，那平常自己化了，虽然化了，虔诚的祈求佛菩萨。按照化符的仪轨去做，那个化符有仪轨的嘞，所以灌顶也不是哇，有这个灌顶拼命求，2块钱马币求100个灌顶，有人是什么？师尊上一次讲的比较客气啊，100块美金求100个灌顶，一个灌顶刚好1块钱，都是太轻忽这个法了哦，仪轨也不知道，手印也不知道，观想也不知道，身口意三个都不大清楚，就要求这个灌顶，哇，实在是太佩服大家了，佩服那些人哦。啊，灌顶不是灌气球啊，灌很多就好。还有这在大法会上啊，有时候我们去分堂弘法，
然后呢，哎，现在要这个祈请主坛上师为大家做这个法的灌顶，哇，吵得要死，像巴萨，像菜市场，哎，你们是要灌顶还是要灌菜市场？灌顶了，你们不是说要净思吗？要重法吗？要实修？但净也不是说净主坛上师，净根本上师吗？重法，这个根本上师头戴五佛冠，对不对？也代表五佛住顶，那主坛的上师。招请师尊，奉请的虚空中的本尊下降到这个灌顶瓶，再给大家做灌顶，这个是有仪式的，都很慎重的。那同门呢，在底下接受灌顶的时候可以讲话吗？没有差那5分钟、10分钟，哇，阿花，你等一下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哪里买菜呀？啊，你阿雄考试考几分啊？我们阿花考100分啊？哦，哎。全部都乱聊聊天在一起哦，都没有想到说在灌顶的这仪式上要非常的庄严，要非常的庄重哦，都忘记了。诶，人很容易一下子，对不对？那你活着的时候一下子就散乱，那你将来临终的时候，你如何摄住你的心神呢？所以这个灌顶的礼仪真的是很多呢，有三昧呀，虽然讲说灌顶有三昧呀。哇，主坛上师一个，然后灌顶的你一个，那奉请的本尊又一个，哎，对不对？三个，形成一个三角点，你一定要遵照这个三昧呀来去，依法来求灌哦，才会灌到，才会得到灌相哦。哇，想请问上师，哎，解梦不知道方不方便？如果我知道，我就帮你解哦。Alan Lin，你看你要不要写上来？兄弟，哎，我昨天也是做一个梦，哎，应该是今天早上做一个梦，梦到在飞，哎，啊，飞得不是很高，然后呢，有人告诉我再拿一个东西，然后给它旋转，哦，就飞很高，反正就做到飞行的梦就对了。教会奉，哎，上师，请问师尊有没有传过画符灌顶？我们自己都有给师尊画符灌顶过，哎。那这是指上师啊、法师啊、法务人员、弘法人员哦。一般同门不需要求这个灌顶，哎，兄弟，这个，但是你们如果要求，这个持咒灌顶，对不对啊？某一尊的持咒灌顶，我觉得是可以啊，也不要求什么法的灌顶，因为四交行有没有相应，上师相应法有没有相应，一下子就要求这个法的灌顶，对不对？你不如先求念咒哦。你不要小看哦，四加行相应的，上师相应法相应的哦，自己的本尊就会现前了。哎，那你如果本尊还没现前，拼命在求这个灌，灌了好多个，你不知道你要求修哪一个，每一个都觉得很好。修行哦，最怕是这样，哇，每个法都很好，妙音天女也很好，高我观世音也很好。那个吉祥天女也很好，哇，伽蓝尊者也很好，哇，一大堆都很好，每天念，1000念7种不同的，念一大堆，那每一个都没有相应成就，这个是很可惜的，浪费自己的时间，真的是浪费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专注在一个法哈，一经一咒，专精最重要了。红春意，Alan Lin，哇，日觉俊，起灵活灵的人，灵值变现，令心血来潮。得到灵界的心灵感应，得到灵力帮助众生，许慧玉好，已经又贴来了功课哦，贴来了那个入海关的注意事项，好，刘心凌、九月一旦啊，还有冰娟啊、丹豆你好，Kiki Bless 啊、何文叶、Jenny、洪春义，还有那个阿拉伯文的是谁？黄于江啊。阿拉伯阿飘，那个谁，施汉君、尤美赖、宝妹和文燕 Terence，德光、陈俊逸，对不对？哇，上面被飘过去了。瑞哲俊，灌顶有三昧呀，师尊、本尊和自己形成三角关系，三昧呀，三昧呀关系啊，必须要合理啊，需要净持正法实修，不能够轻视法。古代密教育。得一个灌顶是要用财产来供养，连跛脚的羊都要供养哦。师尊以前讲过的，已经今天讲的先天五级正法，这个法是很高的法，只是不知道是属于哪一个教派，道教的法。好，曾慧芳，八角帝王蟹老板娘，Alan Lin 那天梦见蓝色的莲花，梦里啊还说这要拿种子汁来栽培。
能够观想得很清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蓝色的是护法啊，所以你本身可以选一个跟你有缘的护法，来念护法咒就可以哦。这是我的建议，陈建奇，Lynn Carroll 啊，好，那再来讲就是反正那两个阿飘法师叫师尊，用先天无极正法来为佛祖开光，于是师尊双手合掌，朝里东西各方念先天无极正法的咒，而且他念得很慢很用力，念3遍，哇，那个产生的力道非常的强，所以你念咒要念那么快吗？如果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人都是要想你每一天的修法的这一坛是你这一生最后的一坛修法，那你这个修法就会非常的珍惜啊！这个是师尊以前讲的，所以你在修法的时候念那么快，每一句每一咒念得很清楚，很有力量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嗡咕噜连声悉地吽，哇，念得很有力量。很强，很有法力，然后观想，慢慢把它观出来啊。那现在是你清醒的时候，师尊在你的头顶，嗡咕连声悉地吽，微笑放光都可以，那个就是很有力量的哦。不是说，当然你念那个几遍是鼓励你的，但是念咒一定要有力量就对了。那反正师尊念了3遍，手掌自动分开，用莲花印，用剑诀，哇，指向那两个阿飘比丘，啪，一个阿飘比丘变成什么？非常威严的金刚明王、金刚护法。另外一个女的阿飘变成什么？哇，非常慈悲柔和的菩萨，对不对？哇，两个都是非常的庄严，好像天女一般的。然后呢，就两个都变得非常的高大，就站在释迦牟尼佛的2边。哇，这个时候，正当这个时候，师尊的心里面就自动的念了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然后呢，在佛陀的那个眼睛，左眼写日，那右眼写月，心轮写星星啊，星光的星。然后哇。就整个为佛祖开光了，嚓，噔噔噔噔，整个光明就遍照了。哇，这个时候佛祖才真正的完成了伟大的开光。佛祖就跟师尊讲：“莲生心者，譬如画师，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。若人之心行，普照诸世间。”是人则见佛，了佛真实性。如来一开始就跟师尊讲到觉灵菩萨记，觉灵菩萨记是我们念地藏经的时候讲的一个记啊。心就像一个画画的人，然后呢，心念什么就画出什么。那你因为你心念什么，你的印象是什么，然后就五蕴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整个感受就整个都出现了。如果有人能够了解心，回到还没有起心动念的本质的时候，那应用在人世间的这个万事万物，能够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哇，那这个就很利人利己了。是人则见佛，了佛真实性，慢慢就会见悟到佛道佛的真性。表面的意思是这样跟大家解释了，所以呢，如来一开始就跟师尊讲，心佛是一心的，是一体的，是不昧的，是不二的，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接着跟师尊讲，何谓心佛及众生是无差别的，没有差别的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。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你想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其实都还是心的变化了。我佛法中以心为主，一切诸法无不由心生。哇，佛祖竟然开口讲了这么多非常的重要的至理名言，然后师尊讲：心佛本意，莲生知之。
多谢教诲，感恩不尽，此去无碍，自然成佛。哦，所以呢，高手跟高手讲话，我都看不懂他们讲什么。心佛是本来是一，你心念莲花童子就是莲花童子了，对不对？你心念高王观世音，当下自己就是高王观世音，不是心佛合一吗？但是你心念那个阿飘，你说阿飘在哪里？你自己在念阿飘啊，对不对？你也是阿飘，呵呵，对不对？你所以为什么要正念？正念跟邪念，心念贪嗔痴，自己就是贪嗔痴，还是从这个心出发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哦，意思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那个心刚开始是专一在念师尊、念本尊、念佛，心念合一，心佛合一，先从这里出发，合一到最后呢，专一了，然后再把它放掉啊，连专一的东西，你已经能够定在专一的，再把专一的东西再放掉。放掉之后呢，最后也无所放，你就融入了哦，更加的进一层哦。所以呢，先归于一，心归于一，然后再来一归于零，零再归于五，哦，就是这样子哦，如此甚好。所以师尊呢，替佛祖开光点眼，没有一个人看到，没有人观礼，没有人知道这如此浩大的场面。只有师尊两个阿飘变成那个金刚明王护法哈、哦，跟侍者如来的侍者哇，只有三个知道，三四个知道，没有其他，没有很庄严的典礼，所以呢，真正有功力的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，甚至很厉害的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，反正也没有默默的去做就好了所以呢。哎，师尊也不求名，也不求供养，他是做他该做的。哎，那只是离开了半山佛寺，最后师尊离开了，心中非常的满意了，还唱着三宝歌。所以师尊讲，学会起灵的人，他的灵是很活的，他的灵感是很活跃的，能够跟灵界的交通非常的频繁，哎，也会比一般人还要这个繁杂，心血来潮感应很多，但是也要分辨是正的还是邪的。有的人啊飘过来了，邪魔过来了，哇，感应什么看到什么，他也是心血来潮，还是要分别正跟邪。正邪如何分，师尊讲说这也是经验。反正呢，不要去执着，那个有的人还是会有执着的现象，不大清楚的话，麻烦写信到回信中心来请示师尊。师尊最后讲，我觉得无知的法师比瞎子还可怜，除了同情他，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所以呢，要给人家开光。师尊以前的书讲到说，这个人本身是喝醉酒的，喜欢醉酒，结果呢，喝醉酒的人呢，就开光酒鬼；喜欢赌博的法师就开光什么赌鬼，在佛像，所以呢。谁有资格开光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师尊有传我们开光记，对不对？天之神光、地之神光、日月神光、开光、开光咒、开眼光、观世世界、开口光、开口度众、开耳光、闻声救苦、开心光、慈悲度济世、开手支摄受降魔、开心开身光，是不是好好放光？开精神好好放光。弟子奉先天无极正法律令岁啊，奉请上神降来临。嘿，这是以前我们学的开光咒，然后他有准备毛巾，嘿嘿，哦，毛巾来这个观想净洗净这个佛菩萨的身，净身有开光的仪式。所以呢，那个如果他没有休息呢，只是念一下仪式啊、唱歌啊、弄一下，是能够真正的开光吗？你要开光佛像。要有真正的德，要有出离心，要有合一，要有专一的，然后要有守戒律的，这种种都要备齐，才有资格为佛像开光。那同门说，那上师我怎么知道我的家坛城有没有开光啊？需不需要开光？如果你们觉得坛城需要开光的话，你就拍照啊，拍照那个祭道。
真佛密院，那个我们的回信中心，对不对？17110 North East Fortis Court Raymond WA98052 USA，好，那这个拍你家的坛城照片，寄到这个回信中心给师尊加持开光也可以，或者另外一种开光是什么？你每天都修法，修真佛密法，如一的供养，如一的礼拜，如一的修法。这个也是等于天天在开光呢，所以呢，佛菩萨他特别加持精进的行者，他们说要来祈请师尊，对不对？那个请佛住持，我们来唱，唵咕噜连声悉地吽，这个祈请传承大加持哟，阿合萨萨玛诃念声悉地吽，唵阿吽咕噜呗，阿合萨萨玛诃念声悉地吽，唵阿吽咕噜呗，阿合萨萨玛诃念声悉地吽。阿合萨萨玛诃念声悉地吽，唵阿吽咕噜呗，阿合萨萨玛诃念声悉地吽，唵阿吽咕噜呗，阿合萨萨玛诃。念声悉地吽，唵阿吽咕噜呗，阿合萨萨玛诃念声悉地吽，唵阿吽咕噜呗，阿合萨萨玛诃念声悉地吽。愿我们唱上师心咒，愿世尊佛体安康，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无住涅槃，回向我们大家健康，然后能够梦到师尊，回向我们师尊早日回到台湾，台湾空气恶空气退散，能够健健康康回到台湾，广度众生，大转法轮，谢谢师尊加持。我们看现场哪些同学上来，又留言了，寇丽丽、莲花秀丽、高王晶50遍啊，还有这个谁，燕倩啊，感谢啊，Dynamic Leon 对不对？Diamond KCN 西英优美赖，还有这个 Richard Jun 75个同门同步的回向，师尊长命百岁，Alice Tan 啊。In Chen 啊，郑明达，丹丹 Dio May Lotus 啊。哇，还有寇丽丽，Celestine，好，Edison 说修行坚持啊，一定要修行，一定要得到成就，必须要保持出发心，变成久远心哦。好，已经师尊原来是这样子，懂了，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啊，胡小丽，还有陈玲玲，那个李秀梅哦。好，瑞就信心佛本来是以心念贪嗔痴，自己就是贪嗔痴。心念是佛，自己就是佛，由专一念头训练自己，慢慢进入到正念啊。Alan Lin、John Fogy、黄慧媛啊、H New，那个其他同学是上来的哦。还有这个看看有没有留言的，林秀英也上来了，胡高前、瑞就信，人要把每一天的修法当成最后的一堂。最后的一个机会去珍惜，用心去观想。爱因斯坦，灌顶是真佛宗的一种仪式，取自于天竺国啊，即位的意思，用4道海水来灌于这个国王啊，要灌顶这个王子，让他继承王位，取东西南北四方的海水灌顶在王子的头上啊，就是新的国王的头上，表示他统领四方啊的意思啊。
好，再来是这个哇来连贯办地藏经一遍呢、啊，多2天就进入阿飘的日子啊，证明党你要去阿拉伯是不是哈、啊？陈丽君，还有大圆满是上师心咒的功课，刘云兰，这个是李金淑哇，莲花童子咒、长寿如来观世音、高王经，还有百字明咒的功课，谢谢啊，以心。哦，原来是道教的法，这么高的法要有高人指点，单单就这个是这个 Richard Jin 灌顶有三昧雅的关系这个刚刚念过了，哇，这个马杰尼玛，谢谢您的问候，薛日亮、李娇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剩下的时间可能来不及讲。下一篇净光的伏魔，那等明天再跟大家报告了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不然我要收蛋了。哦，今天事情比较忙，对不对？一边听读书会，一边跳过去，对，一边还在做事，很清楚的听上师开示。可以一心两用。好，还有谁？那个灰莲令哦，上师心咒、不动明王咒，还有这个那个反正。各种功课回向，谢谢你哦，KCN 哦，阿 Ken 你好，好，节目最后我们跟着我们想念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，要观想阿弥陀佛，师尊放光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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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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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读书会，因为剩下10分钟来不及讲这一篇这篇也是很重要的文章了。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心血来潮，这个文章我觉得最后，师尊讲到说他自己呢做了一件善事，做善事竟然没有人知道，不为人知，然后呢他做的这事情又是一般人的功力所没有办法去做到的，师尊用了先天无极真法为释迦牟尼佛来开光。所以呢，越伟大的人展现的是越平凡的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就是我们不要去看有些人好像普普通通的，好像看不出来他很伟大的样子。可是他做的每天做的事情，都是非常的踏实，非常的专心，非常的替别人着想，然后呢，很谦卑。不会骄傲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伟大的。所以真正的伟大，反而是越平凡越谦虚。所以这篇文章让我们学习到，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像师尊这么伟大的功力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学习他那个很谦卑的心，还有很专一，还有心佛是一你以后呢的每一个日子。你在合一的当下，你是谁？合一的当下，你一定要住在真佛的佛性，去证入真正的心佛合一。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，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，如心佛意耳。如佛众生然，应知佛于心，听心皆无性。
这个呢就是这个觉离菩萨记的一段经文，你们再去看地藏经，每次都有这个经文哦，你就可以从中去体会心佛本是一。你每次的念咒都要记住，心佛本来就是一个一体，用这样来专一深入下去，你在念咒的时候也会产生很不凡的力量。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感应什么，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有什么成就，也许你是很沉默很默默的，可是在虚空界你是不凡的。我们谢谢师尊给我们伟大的开示，给我们师尊救命，爱斯德鲁，哎，那个爱斯德鲁，呀比咕哩咕哩。明天晚上啊，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10点，我们空中再会。欢迎给我们影片按赞、转贴、分享，拜拜。